吃个老张担担面好不好？好吃。欢乐的丫头起，天更的小巷西，每人的音乐又调皮，因为想着你，爱情的恰恰为哪放袂记，心爱的味道味，想你家己，想袂家己来这恰恰恰，不在一时，不在一时，到位到位面，啊，忍落去，忍落去，唔通流鼻，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像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的恰恰汤汤里面，可惜身边的人，不是哎呀，我是素媛啊。今天我们家里不要烧饭，我们出来吃吃路边摊也蛮有味道。好啊，来老张担担面，这出名的。哎，张老板，哎，我们两个来这里吃，今天到您这吃饭了。哎，就不自己做了。坐，请坐，请坐。他没有卖蚂蚱吗？老张担担面。哇，哎，好像吃吃看。啊哈，这不是看的哈，来这里的客人啊。真的可以吃的，真的可以吃，不是开玩笑。你等我菜拿上来，你就知道。哦，还有大肠，怎么样？哎呦，不是大肠啊，拍手。小瓜子，小只金丝加青的款，这东西哦，大家贵修。这是真家哎。吃看麦，你吃看麦。我这间老张担担面，你若去北京电视公司的演，敢那会看袂着？来，我吃哪演哪吃，你只个吃一个一面。这个还是热的耶。但是吃了会尿屎也袂尿屎，我是唔知啊。尽量。哎，你今天闲情逸致啊，还带着女亲爱的未婚妻出来。是。结婚以后，有的时候不要开火。我老张担担面都开在领导隔壁娘娘嘛。没有，两个人开饭很麻烦，做饭、洗菜弄完了，半天就没了。哎，对不对？吃饭也很难吃，又不知道做多少，对不对？还可惜，疏远了，我们也不能就是干吃这些面一点小菜。老板，你尽量多切些拿手的菜的切。好的，好的，你们慢慢做，好吧？哎呦，好像又有客人要来了，生意不错呢哈。我们这边生意越来越好啊。生意歹啦，啥？生意好？歹啦，只个两个出来拢在看尔。我看你米会虽然大，底咱怎啊来竞价阁算晓？哎呦，那你都来讲晓啦！你看你拄只跳舞呢，海贵个，少年家嘛对你袂对。嘿，今仔日是穿下裙呢，要穿较宽嘞，我踢腿予你看。我今仔日我拄啊干安尼都捏一下。我听你咧操蛋，你阁会晓踢腿哦？你唔知这，因为这踢落去，我是惊头伤钉啦，会去挨着啦。啊，哎，有人在吃面啊？好，人在吃面，慢乱。我今天嘛要甲挑工，甲你捧场的。哎呦，真正来安尼啊！场啦，我这里的老顾客啊。你都较食来，我这边生意就好啊。你看你一个出场，那是热闹的了，对不对？请坐，请坐。好，来，我甲你撒一包面，下面撒一碗面。哎呀，哈！啊，今天你要吃什么卤菜？哎呀，哎呀，哎，我早被困了。哎呀，谁进门哈？这道我呢做，我们先来的。不是啊，我来习惯，拢坐伫这道较济啦。
嘿，拢我拢坐伫这桌较济。可是我们新来那边还有空位置吗？我知啦，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也可以啊。不，这是我的位啦，我来逐摆拢坐这较济。啊，太谢，这位拢固定性，因嘛拢坐伫遐，因绝对无坐伫遮呀。哎，同款意思。阿西子，哎，阿西子嘛，阿西子嘛，伫遮啦。哎呦，你是咧创啥？我人刚才是遐细汉，你看无？哦，你是要坐迄边啊？好好，是咧是咧是咧。伫遮啦。啊，老板，可是我们已经先坐在这边咧。哎呦，阿西子嘛，你嘛拜托一下，那你遐乱吼，我咧人客人小两口在那边吃东西，你不要在那边挤嘛，是不是？小小张啊。慧哥啊，今天是安怎？你哪会跟我讲到这歹听？你这个人家这个小两口在那边，你这个要识相一点嘛。这个本来就是我的位置吧。你以前来坐这里，但是今嘛人都有人坐底下。对啊，我们先来了嘛。那么是恁啦，人阮慧哥本来拢唔怕跟阮遐大声。没有，对，我们先来后到嘛。老金的呀，你干什么啦？不要哭嘛。哈，咱的团长啦。哎呦，你。多为难的，阿谁太谁啊？这个五为你不这的啊？贵哥，哦那喏，他没一起。阿谁进嘛？哪位？人老金的。哪位啊？今早甲你走遐长，啊！你唱白了一首歌。我倒遐长是因兜的代志啊。拜托你，哪位啦？你，我安尼啊，我倒这块位啦。哎，你两个少年家较好参详。是。因为咱圣公阿西进嘛，年纪也比你们大一点。是。你们可不可以商量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敬老尊贤。你就是这样这么好说话，人家说什么就说什么。来来，少说两句，少说。拍摄好不？阿谁进？没啊，和你和你夹得较熟悉。拍摄，我们的纸。您坐那边，我坐这边。我请假。阿谁进啊？拜托一下，我这边老人客，你卖家只乱。哎，我拄才刚好切豆干好了。哎呦，阿这无啦，阿谁进把你啦？哎呀，你们这年轻人做事就是这样啊。这个包包是我们的哈。对，这样就不会，这样就没问题了，好不好？好了，这样卖接下来可以安心吃了吧？哎，这样，怎么又跟过来了？啊，妈妈，你那个你不是习惯坐那边吗？对啊，还是习惯了。那今天有你们两个在，我喜欢跟你们坐在一起啊。可是位置我已经让给你了，我们已经过来了。不，安大家夹，你不听我大刀夹开对，就是安尼啦。算了，大概阿西生今天喜欢热闹一点，我们就勉为其难吧。哎，到底夹拍谁拍谁？好，不要紧，到底夹来，麦克，嗯，哎，哎呀。嗯，你也较强。你有没有卫生习惯啊？老丢的，你无你的人无老实啊！查某囡仔用了就较好食，迄查甫歹食。这样我们怎么吃啊？啊？安尼袂食，安尼袂食，安尼袂食。你安尼妈袂食。我得食，你袂食。啊，谁进嘛？你也捞人来啊！拍谁？不管这给他吃。啊，谁进嘛？我的蛋在这边啊！阿谁啊？你这边啊？啊，有的奶奶招来招，猎人他吃蛋呢都不喜欢切啊，还两粒。哎，你买欧贝兔的呢？这个两粒啊，一粒就好了，两粒怪怪的呢。对，这样大家相安无事。哎啦，你们都好。你俩坐一下来。是你的位置不是那边吗？不是啊，我姐姐的，安尼较惯势啦。大家那位是他的，我让他坐，我们两个就坐过来。不是讲好？菜也拿过来了，他怎么跟我们又跑过来了？哎呀，这个不是找麻烦吗？不是。你这不是叫这个明明是跟我老张过不去的嘛？水晶哥哥啊！哎呦，有过去一点。哎呀！这真糟糕，这。哎呦！哦难哦。衣服到身上掉，你这第几招？老师今早早遐等你背了，起码唱两句都切上。嘿，我的代志啊，我想背苦，我的代志。哎呦，你三下子，蛋乱喷。你要老女啊，你老女来得笨啊。就
干的工作一边挖来家里给我刷来而且他刚刚拿筷子这样换是再给他摇摇还有腰修呗免得啊不是我就是这七块好价拍价那拍价跟挖进挖你啊我好意的啦那这样里面都是他口水我们怎么吃嘛老板你再陪我们玩我给你加快我加快哎呦哎呦哎奇怪呢你能不能来啦给减吃啦哎哎哎哎哎哎哎你啊、我看过你啦你是不是看过他哎呀我都我见过我啊无啦哎呀拍摄啦拍摄工啊没有关系没关系你都讲你都讲你要吃什么我全部请客你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你要请客哎我请客啊你好我说哦都会刚我嘿刚我的春秋哥看到一啊哦黑暗狼藉我啊这里扎波扎波完了你这这这这哎，你不要听阿西神乱讲啊！今天我们一定要讲清楚，佩欣，这我们今天要讲清楚，趁我们只是未婚妻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账先算清楚。你在春秋阁看到他，对不对？对啊。他跟谁去？我看一个跟一个查某囡仔头毛长长的安尼，啊，两个人做伙，还这样的人。对，佩欣，够再够了。佩欣，春秋阁，这怎么回事？你在春秋阁酒家搂了一个女孩子，头发还长长的，还很漂亮。啊？啥无呢？这阿师姐嘛。喂，啊，你看到小姐是弱弱的，是安怎？弱弱啦，弱弱啊。头毛长长的呢？头毛长长啊。比我漂亮，比我丑。跟你差不多啦，跟我差不多。对啦，看个真像，是啊，都一样。你两个无？你两个去做野春秋阁遐有无？啊，去遐散步啊，啊，我迄阵遐看到恁两个。讲清楚嘛！哎，你们两个有去过左营春秋阁？对对，这样讲我就想起来，有一次我们去度假，对不对？啊，我看到恁两个啦，迄就是你呀，迄春秋阁。就是呀，就是我们两个去度假嘛，是不是？左营春秋阁是左营的春秋阁啊，左营是春秋阁。大酒家不我们是不是酒家啦春秋阁游览区差一点还有你听话要听到最后嘛你当场就翻脸、哎、我换请他过去吃为什么讲话不讲清楚你这走廊你哪里啊看着吧你请你过去吃多少钱你要请我吃东西啦我跟你说、嗯、现在他要请、喔啊、你地头不大堂啦多两个人我们家在家里等我你结婚了等我你打包就对了超级这阿姐姐很搞的现在还有两个人玩家呢说话也说不清楚他说春秋阁没错我们要给他请给我请地头不是好像是你们自己听错、啊、没有讲话要讲清楚讲完嘛不要这样分很多段嘛，春左营春秋阁，不要讲春秋阁，我还以为什么杏花阁什么。啊，听成酒家去了。所以讲你这走廊，你就是安尼乌白乌白想乌白想啦。啊，都本来就是啊，我讲春秋阁啊，无讲酒家，你讲硬，我讲酒家。那你坐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你还破坏我们两个感情？我还请你吃东西，还拿那个菜。哎，查某爱讲哦，我白爱讲哦。你明明讲好，他好凶。讲这种你要请你啊你啊你。我请就请嘛，我没有说我不请啊！再请你过去吃、啊。哎呀，请你妈请你水家一个庄，你才是长舌妇啦！我别了，真的，我有你请。什么东西嘛？你做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你们两个其实都是错的。我倒是已经判断得出来，其实这个错是就是你唔对，就是我唔对，你就是唔对。男的在阿妈婆底下在讲敏感，你得是是是，底下闹，底下在笑，大家把人给踩踩下来个公春秋阁，我讲骗人接大队，我切落两切低头盘，我等于何里家家？安尼怎么这个又个我唔对？你根本就是你唔对，后边我就无。追究嘛？有咩要叫啊？哦。有个负心的人对过来唱啊唱会啦大家都在等呢我不要唱啊你造诣但你唱负心的人我都没给唱啊没事你一定要唱好啦好啦大家都在那等等追金啊唱啥是唱，这条歌是唱。你牙顶还口弯软嘞！你好烦啊你！那也烦。唱了半天，我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自己来啊。什么都是你自己来，你要照顾大家。来，这装瓜子呐，不是，这嘛瓜子，这嘛唔对。啊，那嘛瓜子，啊，用瓜子唱的。因为阿叔嘛，伊是叫最近啊，伊也无讲要唱歌。我不唱。意思唔得最近老师的伊就。哎，找因兜的代志啊。哦，意思。我来叫名尔，对不对？啊，安尼。后摆哭哭较轻的，袂使。卖啦。不知道他这么。你唔知遐定哦。你做人，你这个要。无你唱啦，哎呀，你规定你甲唱，唔是点只，我也要唱尾啊，头我袂晓唱。无怪你那拢唱尾啊，迄个啦，食一顿啊，饭啊，叫你乱操。你甲唱我煞啦，啊，你个话一声水晶，唔是水晶，水晶啊啦，水晶。你又想勾引我老公，对不对？我就知道你这坏女人，又懒又丑，还站在这边。你这渣男，真是用白的哈，但我用甜，我来讲你。连我都冻袂掉啊，水晶。哦，来来来来来，要来给伊唱啦，人伊头啊也要唱。耳边又传来阵阵吹出天声。哇哇！那好个几条件呢？那好了唔着条件。阿先生嘛，就问这边安怎倒吼？就问这边。好啦，比我还。哎，我下节怎么？好啊！是的，是的。好了唔着。你是最想买这个歌我看你根本来嘛，我来唱。你来唱。最近嘛晓。不要唱，不要唱。谢谢，谢谢你。好，可以来唱完了。哎呦。夕阳西沉。对啊，你下起来，给我发到假面。哦，伤险啦！哎呦，好啊好啊，我甲阿叔今麦上阵吼，这戏我看无对，啊，到家着，婆阿想拍一个，来来来来，紧张紧张吼，水晶啊，太巧了！我们的国语。闽南语，闽南语就啊啊，闽南语那是我很棒哦。风过，阿甲淡过过，心情也快乐。